Yes, yes. 还有这个地方的散热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话，尽量的空间大一点，主要是为了这个地方的散热会更好一点。因为特别是在像我们那边东南亚地区，它很热，它那边很热，就是要保证它的空间，不能做的太小，太小的话，这个地方就很产生热量。OK，好，我来解释。